准备一个要测试的样品。将产品垂直装加到制具上边，露出线束压接部位。端子朝下挂装在机器上，右侧拧紧手旋螺丝固定家具，合上安全防护罩，左手摇动手轮将家具移动至距离切割片2毫米位置，调整切割高度位置后按下切割开关，左手慢慢旋转手轮切割端子，切断后按起切割开关，快速移动家具至磨盘上方，按下研磨开关，调整研磨高度，研磨5到10秒后上升家具，关闭研磨开关，移动至中间取下家具，将家具放到显微镜平台上清洗。